啊，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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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伦只有那个枫叶红结了，嗯，哦，好我的，接了一个，OK，好还有的，谁接了啊？我，那反正我们就这么几还位，有我们佳美，目前我们这哦，几无位所老朋谓，友就这几啊，个人，谁先没关到系场了，都无所谓。好，那么我想请问哪位大姐准备好了呢？高霞大姐准备好了吗？哎，我等着啊，我先首先好说了。啊，我这个电脑好啊，的，从昨天开始出问题了，不定哪会儿它就关机上不来了。咱走到哪儿算哪儿，我已经让他们给我问买题。电脑去了。好的，没问题。OK，哎，那么我们请高霞大姐为我们唱一首什么歌曲呢？还是什么戏曲？我知道高霞大姐是那什么吧。能歌能戏的。哪能啊？你这照在您面前不能说，您怎么样？准备唱什随么？便唱唱玩玩。那个，我看看啊，天边行不行？天边，好的，一可以首可以可非以，常天清边。闲的啊，天边，好，有请。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心中的眼睛。山中有一片晨雾。那是你昨夜的柔情，我要登上山顶，去寻寻无主的身影，我要爬上骏马，去寻我遥远的星星。
展翅飞翔，哦，又在蓝天里穿梭，谢谢。哎呀，非常好听的一首女中音，这应该是女中音或者女低音的歌，我觉得是吧？哈。我是为了练中气，就是现在老找这歌唱。草原，蒙古的草原歌曲，真的非常好听。刚才大姐的音域很宽啊，大家听到，你看高的她唱得很好，然后这个中低音也的音域非常宽，非常浑厚。哎呀，我特别羡慕的啊！谢谢。我就是唱高音可以，这低音我就下不来。向您学习，高霞大姐。哎，看到这个吃饭听歌来了啊！谢谢吃饭听歌，你好。你是那个老顽童吗？啊，我不是老顽童，我是你郑州老乡。那个魁北克的那位是吧？啊，对。啊，知道，我、哦、知道了。啊，吃饭听歌是咱们那位朋友。啊，准备好，一会儿请唱啊。我在吃饭呢。好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枫叶红大姐，好吧？枫叶红大姐，是很有特色很有激情的一位歌手啊，经常是载歌载舞，热情满满的，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正能量。好，有请枫叶红大姐为我们演唱。好的，有声音吗？有的，有的。今天有点不舒服，小感冒。尽量好好唱。对，注意注意。开始。好的，好的，保重身体，注意。好的，有请演唱。好的。没打开呢。美国之春。Thank you.
兴趣视频零流量无广告，挖去一首非常经典的《北国之春》啊！谢谢谢谢，非常好听。看我们的吃饭听歌，给您竖起了大拇指，呵呵，点赞，为您点赞，值得值得点赞，是是是，为您点赞。怎么样，吃饭听歌，你那儿准备好了吗？我刚开始吃饭，还没吃完呢，我是听歌的。您那正在吃饭，好的，没关系的，一会儿吃完饭再来参加，跟你们唱，好的好的 ，OK， 那么还有哪一位？别的我也不太认识，如果打开视频的话可能我还能够认识，打不开视频光看名字有些不认识。艾娃怎么样，今天能为我们演唱吗？吕老师生病了，嗓子受影响不不舒服啊？应该，我觉得肯定会受一些影响了，还没有完全好，但还行吧，反正是我这个人，我是属于比较皮实那行，要是目前那什么，我来为大家来一段吧，给大家唱一段现代京剧《戴诺》里面的一段《山风吹来一阵阵》，我还没有用过这个伴奏，我在 YouTube 上找一下，走一下试一下啊，谢谢大家。好，我的兴趣视频。
到我们这位，太棒了，欢迎欢迎，谢谢谢谢谢谢，也是好久没唱了啊，这基本上这两个礼拜没张嗓子了，因为就是啊，还是有病，还是受影响的哈。有这个嗓子不舒服，肯定是不舒服。再说也一直没唱，老不唱，这个精神这个底气啊，都肯定是要受影响。再说这一段也好久没唱了，这段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学的，好久没唱了。这刚才找伴奏呢，在优酷上看到这么一段伴奏，就给他就想着把它学一学，练一练。好的好的，欢迎欢迎，看到我们这位洪女士来了，怎么样，洪女士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来，您打开您的声音先，首先来，您声音可以打开了，打开了吗 ？OK，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为我们演唱，准备不好我们下一次再唱。啊，我唱一首《渴望》。好，《渴望》哦，也都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啊，电视连续剧，主题曲《渴望》的主题曲。好，非常好听，也是我觉得目前吧，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线上的应该都是不说同龄人，基本上也都是中老年人是吧哈可以这么讲，其实我们应该是都会看过这一出电视连续剧。当时这个电视连续剧《渴望》这个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时候，可以讲是万人空巷，真的是很引起人们关注的一出电视剧。 OK， 好的，有请红为我们演唱这首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渴望》，有请。今天可能唱的不好，还没开音。有声音却说当年那么多，一话那句是今天这是第一首歌，声音还没开呢，所以有点好像那个音响有点断断续续的，可能还是那个连接的一些问题，因为它 Zoom 它有一个
确实存在一个有时候有一个音乐连接的问题，没关系了，我们逐渐的磨合。呵呵，谢谢谢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电视连续剧《渴望》的主题曲《渴望》。好的，艾娃怎么样？艾娃，你的事情忙完了吗？可以唱吗？我们今天上来的不是特别多哈，没有关系的，我一直讲人少了我们就多唱，每个人可以有多次展现自己的机会，人多了呢，这个唱家多了呢，我们就少唱，是吧？所以有各有利弊。好，那么我们还轮着啊，接下来请高霞大姐为我们演唱。吃饭听歌和艾玛，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你们两位现在是可以唱的，如果你们哪位可以演唱的话，就打开你们的视频我就知道了，好吧？哎，还有哪，我得找一找看我能唱啥。没关系了。好的，有请高霞大姐为我们演唱，再次登场为我们演唱。好的，我现在这中气不足，我就专门捡这些场啊。我唱一个《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OK，《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是一首草原歌曲啊。好的，哎呀，好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高原电线云重重，清清的河流映晚霞，悠扬好似珍珠撒，不要姑娘放上床，愉快的歌声满天飘，不要姑娘放上床，愉快的歌声满天涯。草原我的家，水草植物爱它，草原就像绿色的海，绽放就像白莲花，我们描绘幸福春风满地美如画，不要姑娘放上床，愉快的歌声满天涯，不要姑娘放上床，愉快的歌声满天涯。特别费劲。好听好听好听啊，太棒了。谢谢高霞大姐精彩的演唱。谢谢。好的，那么方艳红大姐您准备好了吗？唱一首粤语的恨绵绵。红这个红姐哈。好的，那行，来我们首先请这位红姐啊，然后枫叶红大姐您准备下一个啊。好的，唱一首粤语的歌曲哦。
看看我们这是都是才女啊，能文能武，能汉能乐。好的，有请这位洪女士为我们演唱一首粤语歌曲。Oh,
最后可中国家这位洪女士的演唱，我不太懂粤语啊，所以说歌词我是没听懂，但是从音乐的旋律中我可以听出来是应该是化蝶，讲的是我们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那个悲剧的爱情哈，爱情的悲剧，真的，但是从没虽然没听出来什么词，但是可以听得出来非常深情啊，情意绵绵的这种演唱啊，谢谢您的深情的演绎，谢谢。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枫叶红大姐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优美动听的歌曲啊，然后下面请杨大姐做准备，看到杨大姐已经上来了，好的，枫叶红大姐，您接下来为我们唱一首什么歌曲呢？来唱一首《望月》。好的，欢迎。拉我入嗰个人，佢听唔到我声噶，我唱先放我个声。
谢谢枫叶红大姐，一首《望月》啊，唱出了我们的怀念，我们的思念，天涯海角也割不断，真的是这样的。不管是我们对祖国亲人的怀念，还是对祖国的怀念，真的是割不断。好，谢谢您。好的，接下来请出我们温哥华的杨大姐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杨大姐也是我们的主力干将啊。啊，今天您首先为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我唱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好，《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好的好的，可以的。好，欢迎欢迎。还有就是请哪位朋友，如果是您准备好的话，可以希望您打开您的视频，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因为我有时候点兵点将点到谁，有时候谁不在跟前或者忙着没有准备好，就不好意思点到您。如果您准备好了可以演唱的话，希望您能打开您的视频，主动打开您的视频。好，谢谢。那么我们有请杨大姐为我们演唱，有请。好了，现在开启。声音可以吗？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依然碧水映晚霞。金毛狮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下，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水清草美我爱它，草原就像绿色的海，山高就像白莲花，牧民鸟飞幸福尽，春光万里美如画，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牧羊姑娘
谢谢杨大姐的精彩演唱，谢谢，看我们这位大姐给您双赞。怎么样，您把视频打开了，您能为我们演唱吗？一凡大姐给您吧，不唱啊，那好的，那您就作为一个热情的观众来听一下。好的，没关系的，给我们歌手点赞。 OK， 唱一遍了哈。那好吧，我听到大家唱，我也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给大家唱一段也算是老歌了啊，说聊斋，一首老歌，为大家演唱献丑啊。我这是习惯唱戏的，唱歌对我来讲真的是瞎唱，谢谢啊！哎，我看到艾娃大姐已经打开了啊，还有吃饭听歌都打开了。好的，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队伍又增加了啊。那么首先我们请艾娃为我们演唱，好吧？打开您的声音，好，为我们唱一首什么歌曲呢？不好意思，我手机哪儿？我刚才忙打电话，手机不知道放哪儿了呢。不好意思，没关系了，那我们先请听歌。好的，我们先请吃饭听歌为我们演唱。OK， 请打开您的声音，吃饭听歌。好的，打开声音了，我先放到这什么呢？我准备吹那个葫芦丝，吹个小夜曲，刚学的。啊，好啊。咱们现在咱们中心也有葫芦丝这个教学课，您知道吧？我就是在那儿学的，现学现用。这么快，已经都可以吹歌了。好厉害，上堂课刚学的，学不太好，请大家原谅。太好太好，你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好学生，有请。好的。
谢大家。太好太好太好了，这刚学了两节课吹成这样真的非常不简单的了，真聪明，真好真好，真的我也好听好听，学葫芦丝来着，但是因为教葫芦丝课的那个我时间我正好我有别的课，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听完，说一直说看回放看回放，到现在就没还没看一回呢，所以您的这个精神真的是哎呀特别佩服，非常好，喜欢喜欢，就是在这练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好的，谢谢。 OK， 那么艾娃您的手机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好了，有请你唱。我这歌没有练，就牧羊曲啊，唱的不好，请。非常好听，少林寺的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曲。好的，有请。不好意思，我这个没出声呢。好像还是没听到您的音乐。出双山哦。晨钟惊飞鸟，离间小溪水潺潺，歌声轻轻唱，越过乡山花桥，歌儿飘，燕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儿满山飘，满山飘。我道女儿小，无暇有七巧，临冬去春来时，留在黄花正年少，摇身转暖气候，长烈舞今朝老，更添放牧大柴郎，小曲儿风雨一肩挑，一肩挑，风雨一肩挑，一肩挑。谢谢艾娃的演唱，您的那个伴奏音乐还是听不到啊，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不到没整好，没整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但是听不到，基本上听不到音乐的声音。好的，刚才大姐又到您了，谢谢，准备好了吗？
刚才我看到大家、好的，我看你们都唱戏曲，那我也来一段那个。来了，来一段。那叫《故乡是北京》。啊，故乡是北京，这应该算是戏歌了。来。啊，属于歌类，李谷一的那个。对对对，好的，有请演唱。等等啊，我试试。祖边流，南北西东，也渡过流，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一首啊，太棒了！最爱是北京啊，唱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看到高霞大姐热情洋溢的演唱，然后一方大姐在那里热情洋溢的伴舞，哎，真好，真好，真好！哎，这就是我们欢乐大家唱，欢乐自己，欢乐别人，特别好，特别好。对对对，谢谢李老师说的对，我跟你说，不是说质量问题哈、啊，主要是咱唱个欢乐，唱个高兴。对对对，我觉得主要其实主要是一个心态，一个心境。
在这里就是大家高高兴兴的。你说要是说要求水平多高多高，我们也不是专业歌手，对不对？这个平台是提供给我们大众的，不是提供给那些专业演员、高水平歌手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如果喜欢唱，都可以来这里演唱，没问题。我们欢迎每一位来热情来参加的朋友。所以希望一方大姐下次也要带着歌曲来参加，不光在幕后伴舞。好的，其实他唱的可好了，他不出来，是不是啊？所以就是还是谦虚，您主要是要练练您的胆量，知道吧？对对对。好的，好的，谢谢。好的，那么杨大姐，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杨大姐。杨大姐是一个多产歌手啊，她会很多很多的歌。哎，好，有请杨大姐为我们演唱。今天我唱一首《我在你左右》。我在你左右，好的，好，请。旧歌，旧歌啊、哦，我还没听过这首旧歌，听过没有？没有，也可能您一唱这个旋律熟悉，但是没记住。有请演唱。送到大街头，让阳光温暖凄凉的心头，蓝天高高好气候，山有名水有秀，把悲哀送走，把一切掉在脑后，我在你左右。送到小巷口，让微风吹散手中的烦忧，粉白场里花开头，潮路人静如手，把最爱送走，把一切掉在脑后，我在你左右。把我们的悲哀送走，送到小河流，让流水冲去多年的离愁，有情人来到桥头，有谁情意相拥，把悲哀送走，把一切掉在脑后，我在你左右。谢谢，真好，把悲哀送走，把不快乐的哈，一切难过的一切都送走，不好的一切都送走，把快乐留下，把任何好的都留下。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都在你们的左右，真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的一首歌曲，谢谢，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看到艾娃已经把歌谱准备好了，艾娃为我们再演唱一个，今天你唱的很少。那我唱一首《夜来香》。好，《夜来香》，上星期叶子老师给我们在三点到四点的这个时间段给我们解析的一首歌曲《夜来香》，非常好听。哎，有请。
吹来细流，那夜莺啼声起啼声，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有这份芬芳，月来香。歌唱，夜来香，我为你诗良，啊，我为你歌唱，我为你诗良。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本来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吻着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诗凉。我为你歌唱，我为你诗凉，夜来香，夜来香，夜来香。谢谢。谢谢艾娃的演唱，非常感谢。OK， 吃饭听歌怎么样？你今天才来了一首我还可以再弹一个那个欢乐手撕弹钢琴。哎呀，真棒，多才多艺。好的，不是多才多艺，都是刚学的，现买现卖。非常好，非常好。所以你看，参加到我们的华人服务中心的这个公益平台是吧？能学习到多的东西，真的是做到了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都积极参加到咱们的活动中。好的，有请吃饭听歌为我们在钢琴弹唱一曲。 OK， 这样好一点，好像哎，可以的，这样好一点。我把这个，好，有请。嗯，能听见吧？这儿，可以听得到。大一点。OK。开始了，欢乐颂。欢乐颂，好的。Thank you.
出错了，哈哈，不好意思。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真的已经非常不容易的，哎，说明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加到咱们华人志愿服务中心啊，咱们有很多的学习的课程、公益课程啊，有学语言、学习各种演唱、学习各种怎么说呢？乐器，像上周我们就开了很多的课，包括手风琴，包括陶笛，还有葫芦丝，是吧？哈，然后这一周，今天开始我们又增加了两门课，周六的早上8点到9点是小提琴课，9点到10点是 guitar。今天都是头一次开课。也希望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来参加咱们的活动啊，参加咱们的公益课程学习，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谢谢。我再试一首那个《Amazing Grace》吧，《Amazing》。好的，好的。就是神奇恩典，可能。好的，好的。嗯。谢谢谢谢，非常棒非常棒，谢谢谢谢。哪个没错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OK， 那么接下来高霞大姐，我们应该是差不多还有15分钟，我们最后一轮的演唱。南子燕唱一首吗？啊，您说。啊，没有，我说您来给我们再演唱一首。哎，我不在现场，我在外面哈。啊，行，我知道，我知道。在外面，对，那行，我再来一场，越唱越高兴啊！好的，好的，有请。那个《沁园春》，嗯，毛主席诗词。这个音乐不太好弄。大气磅礴。
有人，我还敢去走，我还敢去走，手中留人我气蓬勃的一首歌曲啊，我还真的没太注意到这一首歌曲的沁园春雪，因为我知道我们河南豫剧有一段沁园春雪也是非常好听，稍等有机会我会为大家演唱啊。好嘞，那么接下来枫艳红大姐在吗？枫艳红大姐这会儿还在吗？您可以为我们再演唱一首吗？好的，可以。好的，有请枫艳红大姐再为我们演唱一首。唱一首《真的好想你》。笑容，笑声。
谢谢，真的好想你。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杨大姐，温哥华的杨大姐，再为我们献上一首歌，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到了，好吗，杨大姐？我唱一首英文歌。好的，一首英文歌曲献给大家，有请。我唱一个 I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 好的，有请。How many arms can help you? And they don't let you go. How many? I wonder what I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How many lips they kiss you and send your soul a goal? How many I wonder what they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So all they make me wonder, and all they make me guess, and even if I ask you, oh darling, don't confessJust let it remain your secret. But darling, I love you so. No wonder, I wonder. Oh, I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And all they make me guess. And even if I ask you, darling, don't confess. Just let it remain your secret.But darling, I love you so. No wonder, I wonder. Oh, I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
谢谢。谢谢杨大姐的精彩演唱，那么一首非常缠绵啊深情的英文歌曲就为我们拉开拉上了啊，合上了今天欢乐大家唱的序幕。我们的今天欢乐大家唱基本上也就到时间了，我们结束了。希望下一周的时间各位朋友各位歌友如期而约，再次我们相聚在欢乐大家唱的公益平台上。看到我们的美丽的叶子老师已经到了你好叶子老师。谢谢。我是因为身体出现一些状况中了招了，所以说等于说我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吧没有来参加您的活动。